我在马来西亚买的榴莲白咖啡，咖啡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加了牛奶的咖啡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甜的三合一。我手上是我在 Kota Kinabalu 超市里买的，有一个小娘惹的演员，他强力推荐，他说啊是添加了真的的榴莲。不过呢，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成分，它里面有写三个：吉隆咖啡粉、无籽奶粉跟柚沙糖。那榴莲呢？可能只在封面吧。其实我在槟城呢也有喝过新鲜的，它味道不重不臭，它喝起来比较像是更滑顺的牛奶味，就是你会觉得整杯咖啡更浓稠。哇，它刚一冲泡，它的榴莲的味道就出来了。耶，好甜哦，会觉得你好像在喝有点榴莲的感觉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口感比较像蛋糕咖啡，就是水果口味的蛋糕咖啡。以上呢就是